哎，姐妹们，我就这样连续吃了一周，发现好脾胃好状态真的找回来了。我越来越发现哈，吃对早餐真的很重要。这个同仁堂的坚果八珍糕，味道微甜不腻，就是咬上一口哈，有浓郁的米香，它夹杂着葡萄干和蔓越莓的酸甜，一口还能吃到葵花籽、南瓜籽还花生碎，真的是越嚼越香的那种。而且你看，它是没有经过深度加工的，都是食材本身的味道，好吃热量还低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它的配方可是大有讲究的，它是改良自300多年前的一个古方，里边添加了大米和糯米，营养更丰富，更好吸收，同时还加入了茯苓、芡实、莲子、薏仁、山药和山楂，一共有23种健康的食材，八珍呀，呵护力直接拉满。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呢，也是传统手工工艺，还是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，它不仅口感好，而且干净卫生，方便携带，这些全都是我想要的好东西。你别说我喜欢吃了，就连小孩子也会喜欢吃的。老话说得好，少吃荤腥，少吃糖，多吃八珍和粗粮。我一般呢都是这样，早餐吃两块，有的时候下午饿了也吃两块，感觉脾胃被困住了也吃两块，主要是它耐饿，而且热量不高。姐妹们记得哈，下单两盒更划算。